SM 老小孕妈咪肚子肉肉的胖胖的女生都可以穿。我手上的蓬蓬袖是非常笔挺的，它就是这样一个像小花包，手打开你看它整个其实是延伸出去的，非常的显瘦。然后呢，胸部这边有帮大家做一个胸以下都是腿的一个剪裁，它后面有做这个可爱的蝴蝶结。好，那这个蝴蝶结其实就是若隐若现啦，里面呢不用担心，就穿你自己的 bra top 就好了。再来就是这个小包包，装卡夹，装几个零钱，几张钞票是没有问题的，不要把它想得太美好，它就是送的附赠的。它包包还有这个珠珠小链，那你不喜欢的话这个好像也可以拆掉。我身高163穿的话，长度大概是在膝上一颗拳头左右的位置，所以小个子女生穿也 OK， 也不会太压身，就是一个比较漂亮刚好的长度。它是做这种上宽然后中间收然后下摆一点点小小微微的 A 字的感觉，那整件都是做棉质的，所以弹性非常好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背面的部分咯，超级可爱，大小白鞋也很可爱，我觉得会瞬间有减龄的感觉。